要你们的嘴巴，需要呢你们帮我喊出来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呢偷吃东西，对，帮这些人偷吃东西。接下来这一首歌。这个跟大家互动的歌，感觉呢大家都已经吃的有一点半饱的感觉了，可见呢我们今天主人家准备的这个美食佳肴非常符合各位的胃口哦。